欢迎我们国语组的卫冕者，一起来欢迎陈明月。Oh yeah！ 小护士陈明月，哇！你这次出场就不是横着走了啊，大步向前跨，哎呀，今天穿着各方面气势就不一样了，人那一红啊，马上看就不一样。对，您在回到医院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围堵啊，或者是签名啊？围堵是没有啦，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认出我来。比较特别的是，院长就是查房的时候啊，然后就看到我，他就说。听说你有去参加民视的歌唱比赛。等一下，他只是听说是吧？因为他院长比较忙，没有时间看电视。但是像有什么资格当院长？因为院长不知道员工在干什么，他当什么院长？对 因为他比较忙。忙，我们也很忙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没有，这是题外话，继续来。那他就是说，哎，你的名字叫做陈明月，我会记得你，你会变成大明星。这里倒是说的蛮中肯的。自从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就是有一个交易厅，那就是每天晚上，就是礼拜六晚上八点的时候，我病人都会准时在那里收看。哇，真是太感动了。光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？什么请求？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跟我七楼的病人？跟现在在工作的同事打个招呼，因为他们都非常关心这个。因为他们现在就在交易厅看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时间的话就是在交易厅。所以你要跟他打招呼吗？对，我想你是有这个请求是不是？对，我想。啊，不行啊，这叫公器私用。可是他们不能只服务一小桌的人了。他们都很喜欢，可以啊，很喜欢你，请打招呼。大家七楼的病人以及同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明月，我上电视哦。那你们病人要早日康复哦，祝你们健康，谢谢。你们整栋医院只有七楼才有电视啊？每楼都有，但是他们知道我是七楼的护士。对呀，那你讲七楼，五楼看到就很生气，就关掉了。补充一下，五楼的就整栋就有了，整栋楼的啦。我会讲话。万方医院的所有病人、同事以及院长、副院长，大家希望听到你的歌快快康复，对不对？对，听到我的歌可以快快康复。是是是，看到我们就康复了啦。是。你要唱哪一首歌？今天要唱的是《一样的月光》。好，起来起来，这不好唱，很难哎。苏芮的歌曲那个高音哇，好几个八度上去。什么话？他的体型还在乎高八度吗？来，掌声鼓励，《一样的月光》。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，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的哭泣，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一样的下着冰冷的雨，一样的尘埃，一样的在风中堆积，
亮的月光。哇，是刚刚挑起这首歌本来就不是很好唱，难度很高。苏芮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唱将型，对，当初也因为这张专辑呢红遍了全世界。对，这首歌还有那个《酒干倘卖无》，同一张专辑《是否》，哇，这个专辑真的大卖。